听说这个只要练好时长练耳啊，咱们就能把这个自己喜欢听到的曲子呢弹出来啊。那真的是这么回事吗？那成年人跟儿童啊训练时长练耳的方法一样吗？你能跟我们聊聊这个话题吗？好，如果你学好时长练耳的话啊，完全可以不用谱啊，光靠这个耳朵啊，就能把你喜欢的这个音乐啊通过钢琴弹出来啊。那咱们下面呢举个例子啊。好，我这边花了5分钟左右啊，把刚才听到的前奏啊，还有刚才放到的那个地方啊，整个给你即兴改编出来啊，你听听是不是我弹的这个啊。我只弹了一小段啊，并没有完全改编出来啊，我只跟大家说这意思啊，就是耳朵呢啊，你如果练好了啊，根本就不用谱啊，完全可以啊把这个啊你听到的啊音乐啊爬出来啊，这个是 F 大调的啊，不是，这个是降 B 大调的啊，这个我和你的版本就是刘欢唱的啊奥运版啊，应该是原版的，就是我刚才放那个版本啊，通过我刚才前面的改编啊，知道它是降 B 大调的了啊。然后其中呢有一个啊这个主和弦属和弦还有六级和弦的一个应用啊，就改编到目前为止是这样啊，我听到的啊就是这么多啊。所以大家啊可想而知这个耳朵有多重要了啊。有一句话啊，如果你问我还有什么比练习钢琴基本功更重要的，那我想到的只有时长练耳了啊。因为啊，从你学第一个音开始到你钢琴不论是考级啦，还要学到啊多高的程度，比如比赛啦，最后考上央院啦国院啦啊，这些你从始至终要运用到的都是耳朵。如果你带着耳朵去练琴啊，你可以事半功倍啊。你像小孩啊，你像我家闺女啊，这个学到小唐三了啊，我没有让她刻意的主动的去练过时长练耳啊，但是她现在呢已经啊能听出来一些单音还有音程了啊，那我给大家看一下啊。下面有请宝宝登场，来转过去吧，咱们开始听音了。来，单音的听遍啊，宝贝儿。非常好，咱们看看是不是抖。哎，对了，是抖。第二个啊，哎，声发，看看是不是啊，声发，对的，哎，非常好，瑞，哎，降西，非常好，哎，拉啊，看看是不是，非常好啊，继续，瑞，哎，没错，So, 非常好啊，再来难点的。哎，非常好，声发啊。来，咱们音程听一个行吗？嗯。试试啊。什么叫音程呀？音程就是两个音一起摁的，明白了吗？来，试试啊。哎，看看是不是。哆嗦啊，第二个。哎，哆拉啊，不错。第三个，哎，哆咪啊，给你加点难度啊，差一点儿，非常好啊，哆升发，再来一个啊，哎，哆西啊，不错。好，那儿童呢光是这种被动的练习呢啊，其实就可以啊这个有效的提升他的啊时长练耳水平啊，但是呢如果想提高的更快，必须需要这种啊专项的训练啊。
比如说音程的听变，你再往后和弦的听变啊，七和弦的听变啊，它就听不出来了，因为没有经过啊这个专业的去训练啊。那再说说成人这块啊，成人视唱练耳这么练呢也能提高，但提高的非常的慢啊，因为儿童呢他这个五六岁啊六七岁啊，耳朵在这个敏感期。那什么叫敏感期呢？敏感期就是他在特定的时间之内啊，某一方面的能力啊，如果你抓住了他发展啊，还有这个啊成长的机会啊，他会成长的非常快啊，甚至五倍十倍于我们成年人啊。那就像很多青少年朋友啊，这个矫正视力啊，慢慢他能调回来点，而成人就调不过来了啊，因为你的眼睛已经定型了，耳朵也是一样的啊。但是耳朵和眼睛不同的地方呢啊，是耳朵呢即使成年了也可以一点一点的矫正啊，就是慢一点啊，也不是不能练啊，是可以练的，但是就是你要啊多付出一点啊，比儿童，因为你没有敏感期了啊。那成人视唱练耳怎么训练呢啊，能不能像你一样啊刚才听到了就弹出来呢啊，答案呢是可以的啊，但需要啊你进行专业的啊培训训练啊，还有加上自身的努力啊，一点一点耳朵才能成长上来啊。那下面这个专栏呢，从单音的听变、音程的听变啊、节奏的听变以及小旋律的听变啊，帮助大家一点一点的去提高视唱练耳的水平啊，最后啊学完之后可以啊简单的听出来一些小旋律啊，当然这是视唱练耳初级的教程啊，你只有过了初级啊，慢慢的才能去啊扒一些啊这个音乐，扒一些谱子出来啊。所以视唱练耳其实学习它的好处呢非常多啊，不仅是我们可以通过耳朵不用谱子啊在钢琴上弹出我们喜欢的音乐啊，包括你演奏钢琴的过程中啊怎么能弹得更好听啊，哪强一点哪弱一点，哪该下踏板哪该收踏板啊，哪块应该做一个渐慢渐弱，哪块应该推起来啊渐强渐快啊，这些都需要你用耳朵啊去做精细的分析和听辨啊，才能让我们弹出来的音乐更好听，因为音乐归根结底是用来听的，所以视唱练耳对于学习钢琴乃至学习音乐的朋友来讲是至关重要的啊。好，那今天呢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啊，这个视唱练耳学好了啊，是完全可以啊即兴去改变一些你喜欢的音乐和曲子的啊，只要啊你按照我下面这个专栏啊一步一步的啊跟着啊老师正确的来学习视唱练耳，再加上自己这个啊勤快一点的去练习啊，还是没问题的。好，那这期视频就到这儿，我还是那个啊不愿意说你爱听的但一定是为你好的钢琴杨老师，有什么想说的啊欢迎在留言区留言，关注我，咱们学琴不走弯路，下期再见，拜拜。